好，我们一共是八个八拍哈，副歌也给它出。我们先来前面四个八拍教学啊。来，首先哈，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站姿，贝塔值，反正你可以活蹦乱跳的动起来，就摆胯啊，歪头也可以，可可爱爱的哈。然后呢，左手它是叉腰就可以了，左手叉咱们的腰，哎，把背打直哦。跳爵士跟韩舞的时候哈，手叉腰，肩背往下压，肩膀往下压，背打直，下巴抬起来。好，然后我们的手很简单哈，遮太阳，哎，把太阳遮住，注意啊，你的大臂控制住的。然后呢，用你的手腕发力，把你的手丢出去，擦汗，哎，就是有点热，擦汗。然后呢，你的右手。哎，从你这儿啊，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八拍啊，第三拍，耳朵开始，然后经过后脑勺、脖子到后脑勺，然后再到脖子下来，这是手的轨迹。所以说是一遮太阳，二丢汗出去，好，三，哎，绕头，四落下来。所以这是手上动作，那脚下很简单哈，就是跳起来，然后在跳的过程当中，我们给点位移，然后呢，屈膝一个状态，我们再跳的时候，整个脚。把左脚跳到右边，然后右脚点起来，然后踩右脚，所以说是左右右左这样个轨迹，然后带上跳，蹦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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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左手叉腰，然后将我们的手乌龙起早，一，哎，在左边，二，在右边，三，在左，四，连回来，五，两，七，早，一，二，三，四，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胯。给点点胯会更好看啊！哦，俩起早，一、二、三、四，OK。你在出去的时候把胯送到左边去，右边的时候胯就送到右边啊。OK，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八拍的前面四个动作，五、俩起早，一、二、三、四。好，五六七的时候很简单，出左脚，然后我们的手呢，哎，摸一下胸的轮廓，从这个位置开始啊，摸胸的轮廓，然后到这个位置打开。OK，然后我们的胸的轨迹很简单哈，先起始点从下开始，然后朝前看侧面，朝上，然后呢，在这个轨迹上面含胸，然后回来。OK，所以它是前上后回。OK，然后连起来是摸吸气往上做两拍，然后一拍弹回来，你的手给它摁进去，所以说是一二三。好，第四拍的是我们的手啊，顺势的可以看一下，先看一下轨迹，把腿分开一点，它会有个往下搓到这个位置上来看一下，主要是下来之后我们的体态哈，背打直，手也要直，不要弯哈，身体也不要朝前，这样很丑哦。背打直，OK，这样一个体态，背打直，然后腿分开一点点，膝盖打开，扎个马步，手往下，OK，好，这是我们第一个八拍，手也连起来是五。六，吸气往上，身体可以稍微往前一点点。五，六到这个位置，好，第七拍摁进去。七，好，八的时候搓下去。八，OK，好，这我们第八拍连起来。五，两，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OK。好，我们来学习第二八拍。七八完之后，我们的手很简单，举手上，注意啊，手一定要打直，不要。不要这种，这么手，而且手也不要，就是说不用力，用你的指尖把力量给到指尖上面去哈。一，好，二的时候落下来，手腕往下压，好，三的时候左肩下，右肩上，好，再换左肩上，右肩下，四个动作，一、二、三、四，很简单，就是一拍一动。然后我们最后在这个位置哈，跳回来，左腿屈。右腿直，左腿屈，左肩立起来哈，重心在右脚，啊，你的手就是上下，很简单，五、两、七，走，上下，OK，然后退左脚，换重心，身体稍微有点往左边走，推右脚，换重心，OK，然后带上肩，左、右，easy，把背打直，这个动作就好看了啊，五、两、七，走，一、二、三。四好，五六七八的时候很简单哈，看我们的手的轨迹，从你的大腿开始，哎，看一下啊，从正前方开始，然后往后面走，到后面后面的一个根部，然后往上拖到屁股，然后呢，最后拉到咱们的腰部，
把背打直。好，这是手上动作。五六，好，七八，再说。胯呢，轨迹是出左脚的时候，胯先往前顶，腹部收紧，然后往左背打直哦，往后可以稍微往前一点点，最后胯落到右边，不然等一下就不顺了啊。好，缩手连起来是前加胯，左后右。哎，然后七八的时候，我们来做右胯，做左胯，坐下去，然后在这个高度上面去换一下，转动脚尖，换到右边，然后同时你的手，绑绑去拉咱们的胯啊，来，往左边的时候，左手往上提，往右边的时候，右手往上提，顺势另外一个手就给它去冲拳一样，手往下，往下，OK，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八拍，说连起来是五六七，走，一。二手打直，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好的，我们从头两个八拍捋一下啊，五、两、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OK，好，再来一次啊！准备，五、两、七、八，走，一、二、三、四，减掉。好，我们稍微快一点点哈，准备，五、两、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OK，好，我们继续往下学习我们的第三、第四个八拍啊。七八完之后，这个地方呢，它会涉及到咱们的一个脚步哈。来，首先呢，看我们的手，手很简单，手撑住啊，或者是这样子都可以，或者握拳把撑住，反正手打直，身体往右边，然后转回来。好，往左边的时候开火车，然后转回来两圈哈，一、二、三、四。OK，好，脚呢很简单哈，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应该跳过绳儿，对不对？来，勾左脚，然后转过来。踩，所以说是勾转踩下去，右脚一样，勾转踩下去，所以说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就有啦啊。然后呢，身体加上一个律动，你可以是蹲起做一个 down up。Down, up, down, up，或者是 rock 的也可以。那么就做一个 down up 的会稍微可爱一些就哈。说律动这块，好，我们来做一个律动，然后 down, up, down, up，然后把刚刚的脚加上。我们先出右脚，先出右脚的时候，把你的左脚勾起来，然后转回来，然后再落左脚的时候勾你的右脚，然后再转回来。好，所以说把律动加上。down 的时候，踩右脚的时候做 down 勾，然后转的时候做 up 起来，然后继续 down up，说连起来是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五两七走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加上我们的手 one and two and 五两七走 one and two and 五两。七走蹲，五两七走蹲起蹲起，OK。好，完了之后啊，该落右脚了，对不对？右脚往前的时候做一个 rock，身体往前倾，然后腹部往前推它，做一个啊前后前后推胯的动作，然后右脚往前，左脚跟，右脚继续换重心往前，左脚跟，然后身体一二三。四，然后手很简单，最后到这个地方绕完之后，左手记住，我们就拿杠铃一样锻炼身体，大臂夹住啊，然后左手上，哎，右手下，好，右手上，左手下，然后重复四次，五、两、七，走，一，注意身体往前，二，往后躺，三、四，简单的啊，五、两、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连起来了，最后一个八拍很简单，我们的手先看手，五指张开，拉回来在胸前，胳膊肘架起来，左边五指张开，拉回来在胸前，OK。然后我们的脚哈，
左，右，右，左，就这么简单。如果零基础宝宝，一、二、三、四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有基础同学，咱们加一个 rock 力度，一样的，踩左脚，身体往前；踩右脚，胯往前推，身体往后躺。好，踩右脚，身体往前；踩收左脚，身体往后躺。搜索方向是左边，往后躺；右边，往后躺。然后加快舞，撩起脚，one in two in。OK，好，最后一个动作很简单哈，又是跳开，跟刚刚那个动作一模一样，手打直，然后呢，跳回来，手势搓下去，然后手的轨迹，然后交叉打开后脑勺，然后背肩胛骨打开哈，不要直着扭，打开一点点，然后变成一个动作下起，OK，最后七八的手丢出去，哎，就抛你的头发，就好，手足啊，大臂控制住。你的小臂推出去，然后往下做延伸，两拍，说连起来是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走，五，搓下去，可以抬点下巴，六，跳回来，注意重心，脚在右脚，左脚屈，七八，yes，讲完了，这是我们的后面两个八拍，来捋一下子啊，慢一点，准备，应该从这里开始啊，五、两、七，走，蹲，起，蹲。起，下去，收回来，下去，收回来，好，连接起来走，左，收，右，收，搓，上，丢，OK，好，加快点，五，两，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整个最主要，比如说像这种动作，你不要头也到那边去了，头还是看正面的，啊，整个脑壳还是在这边，眼睛还是盯正面的哈，这就是我们四个八拍啊，然后大家到时候就可以跳这一段了。来，我们从头捋一下，准备，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走，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丢出去。